点劲头都让他给卸了。你们表示快。孟德雄心看丹炉，未与江山遂动图，水军八十万东下，势必山前一我无。这还是一首写赤壁的什么写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明朝有个诗人叫王凤写的赤壁大战。今天啊，反正在座这几位可能有的我知道，经常来，可能也有几位呢第一回来。门口有那水牌子，刚才你看那个保安呢、啊、我为什么冲他乐呀、啊、刚才有一事儿你们可能没看见，门口的水牌子现在写的是德云书馆，20元一张票，投一个银河行，看得密线，看得这密线大相书。领导来半个钟头，你们看那水牌子写的不是这个。我看着头一个阎鹤祥，他赤壁之谍影重重，没看着好嘛，他写我没冲进，我站在边上，我看了一会儿，我看同时啊，来俩观众也站在水牌那儿看，赤壁谍影重重，往下看。他得多特哦，电影儿。我赶紧说，你改过来，咱不能这么写的。这是现在有的这个，可能电影儿、戏剧作品居多。因为我看过，观众可能也知道，内容不好，吴起名的，这名字起的是稀奇古怪、乱七八糟，把观众前心骗了。你里边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再后悔也晚了。我们不能这么办啊，说的什么就得写什么。但是我们今天这水牌子头一个谍影重重那是假的，底活这哈利波特可是真的。我估计很多观众都是冲这来的。不错，我们都得看看中国评书史上没说过这书的哈利波特。其实这书我也喜欢，不错，原本我没看过，电影我看过，十年刚电影院不正播呢，最后一部与这个叫什么死亡圣器似的，最后十年前2001年就他说这个整十年的电影，头一部我在电影院看过，2001年我今年我才10岁呢。哟，越说越离谱，反正我都不配合。那时候我20岁吧。咦，这20岁了不见。好吧，咱就信了吧。十年，其实《哈利波特》这作品啊，我多说两句，我觉得写得好，拍得也好，为什么？从这件作品里面看出一个事儿，就是说呀，我认为西方的小孩啊，比咱们现在孩子要幸福。为什么呢？有很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，你就说这《哈利波特》，有奇幻，有梦想，有科幻，有正义。啊，也有点这个早恋的都有，但是这个作品很优秀，就孩子看很高兴。我为什么提2001年呢？头一部我在大华电影院看的，东单那个，现在可能还有。转过天来，北京晚报登了一新闻，说有一个母亲啊带一孩子看着哈利波特，回家以后这孩子由于过度兴奋，第二天早上起来骑着他们家笤帚从2楼跳下来，这是真事儿。后来这个父母还起诉电影院，因为这事儿。虽然这是个悲剧，但是你可能感觉出来这孩子很快乐。这个作品好，好的儿童作品在哪儿呢？就是孩子也来看，大人也来看。但咱们国家的儿童作品是孩子不爱看，大人也不爱看。那么成人作品呢，他也是孩子不爱看，大人也不爱看。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，教育很重要，孩子的娱乐更重要。因为小朋友啊，他往往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，对他这个启迪啊、人生的这个价值观的理解啊，印象更深。
这演员说这个非常好，人就是里根呢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识里根呢，美国第40任总统，这个艺名叫李锦旗，这李根是他当总统的时候的名字。美国公共偏心的。这李根这名儿其实，我刚到德云社的时候，这个我就觉得这名儿挺怪，但后来我接触这名儿其实挺多的，这不是一个外国名，中国叫李根人挺多。这个哎对，那他是，李永波的儿子叫李根，打羽毛球的都怪。所以李永波的儿子跟我儿子是同名同姓。你儿子你啊？非母亲姓干了，非他妈姓李根。李根，李永波是一个篆刻家，也叫李根，这名字挺多的。谁他妈？一会儿咱们听听，我也听。接着说我这书啊，哦，三国，赤壁之战，那没听着好的。三国赤壁之战，三国这本书好说在哪儿？尤其对于我们德云书馆来说，我不用往前啊倒太多的东西。你看，别人如果说一个啊，三侠五义。如果要是说观众没看过《三侠五义》，可能不大了解啊。三周以前说完了，三周以后又来听，还有没有人来听咱这哥一面儿？来说《三侠五义》，可能就必须要往前多倒一倒啊。这个怎么大闹水晶宫得的金箍棒？我要把这个故事情节说一下，但是三国不用，为什么？这部书啊，家喻户晓，谁都知道。我这故事昨天朋友，昨天就来了吧？现在这里边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三千里说的这个蒲州记，周公瑾怒打黄盖，周公往前倒，谁不知道周瑜打黄盖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这都知道。昨天说到哪儿了？打完黄盖以后，把黄盖搀回席上，鲁肃心里难受，找到这个诸葛亮的大营，斥责诸葛亮，说你这不对，满营众将皆是周公瑾部下，只有你是客卒。他传军令了，不许再劝，谁劝与黄盖同罪？这路是给我们闯的，你如果作为客人，你说一句话，别人说十句百句，你怎么不说？诸葛亮跟鲁肃说了，说你这是原文上写子敬为何欺我？这你干嘛欺骗我呀？这是你家都督跟皇姑父定下一计，我认为大降之计，不这样的话不可能骗过曹贼啊，打入曹军内部，这是一条计策。后世啊，有人评价这段的时候，就说这蒲州记。你比如说这个毛皮三国，听相声的我知道啊，这个毛皮三国，对，有没有看过的啊？带皮带眼的看过没有？毛皮的看过没有？毛宗岗皮的，金看过没有？金圣叹皮的，玉皮的，乾隆皮的。苏皮的，苏文茂皮的，棉皮的，毛皮三国。其实现在啊，咱们大部分您去书店买这个《三国演义》120回版的，都是毛皮三国之后这个东西，就是毛皮三国的这个他修正改过之后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这个。毛皮三国是父子两个人，毛伦、毛宗岗。这两个都是明末清初的批判家，文学批判家。这个批判家各位不要小看，很重要。咱们国家明末清初到后来近代，文学作品、艺术作品之所以有过繁荣的时候，有很好的批判家。当今的作品，咱不说这个太复杂的，就说可能眼前的，你比如戏剧、舞蹈，包括文学，中国文学没有拿诺贝尔奖，戏剧很少，国家没有的。为什么？有非常不好的状况，就是我们缺少很强的批判，
就是好的批判作品，好的批判家对这个文学作品、戏剧作品、艺术作品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。没有好的批判，不能有好的文学作品。但是就牵扯到这个批判的人，他是不是真懂，他是不是真会？没有人督促你。我们说相声也如是，我想认为，相声这个行业有没有可能有批判家？我认为也可以。但是，就跟我师父说的，这个人一定要会说相声，会写相声，他才能变成批判家。我师父有可能，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如果这些能干的、干好的都去当批判家，那谁来干这个行业？所以说，很多的艺术行业呀，发展不均、发展不好，都有这个。我刚才说哪儿来了？毛皮三国啊，这个毛宗庚先生啊，批讲三国的时候，写到这个苦肉计这地方，说了一句话，我认为很好。说周瑜与黄盖定苦肉计，所虑三国，就是说这个计策啊，有三个值得担忧的地方。第一，真要把黄盖打死怎么办？老头六十了，很有可能啊。他六十三了，各位，汉朝六十三跟今天六十三不一样。今天六十三老干部，那说话该干嘛干嘛。汉朝六十三人过七十腿来接，今天八十多岁都不叫新鲜，可能说这老头九十多岁长寿，那您都是七十腿来接，所以我原来就推断啊。平均寿命往后推二十年，黄盖六十三岁，相当于今年的八十多岁。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，仗着五十军仗，他说打死就打死。如果打死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第二，容易引起军中哗变。就我认为，周瑜跟黄盖定这个计很高。但是这个计策的这个谋划点呢，可能有幼稚的地方，就是周瑜这个理由啊，不怎么能服众，说咱们以防御为主啊，不许进攻。但黄盖逮着这茬了，满营众将也不服周瑜，你这确实说的不对。不光说的不对，老将军说了几句是违反军令了，责打五十军将，差点没打死，满营众将不服啊。原文上写皆有愤伤，就是不服不高兴的地方。如果真哗变了，因为这个事儿再反了动武，这就难办了。这是第二，所虑其三，即便是老将军挺行而过没打死，军中也未哗变，曹孟德可以拒之不受。我不信你，为什么呢？有你一个黄盖不多，没你一个黄盖不少，我可以不要你，这是最安全的。所以就是，但是啊，我今天斗胆，就是阎文祥说的，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。我认为毛坤章批这个三国呀，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有偏颇。我说说你看对不对啊？是我说的，这段录了，你回头别播去，容易让人家骂。第一点，真把黄盖打死，未必就不成。就说毛先生说毛这个黄盖打死这就失败，我认不是，真打死就更真了，对不对？真要打死就更真了，死了都。那么说谁去扎墙就都有可能了，不一定是坎坷，甘宁、鲁肃扎墙都有可能。但是话又说回来。如果这第一点真打死了，这第二点不好说。真打死就真滑呀。所以这个书好就好在这儿，它能留给他读者很多能够想象的空间，比较高级，瞒过了满营众将。但是诸葛亮没有瞒过去，一语道破，还嘱咐子敬。说
这回你可不能再把这个东西跟你家公主说了。如果说了以后，导致的结果就是这诅咒计可能要失败。鲁肃还不服啊，说先生您这个，哦对，我什么时候给您说过？你每回都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您放心，这回我是绝对不说。那果不其然，鲁肃回来以后，周瑜问他，说：“子敬，你给我讲讲，这次孔明看出来没有？没有，这回没看出来。他不单没看出来，还责怪都督，因为太冲动了。”二老将军这么大岁数，你打成这真打死怎么办？周瑜乐，总算忙过一次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放下周瑜鲁肃不说，咱们单说黄盖打仗。他白天呢，有这个军医啊抢救，鲁肃还特意嘱咐，这个大仗没有闲人，不得看。因为回去以后，周公瑾把这个事跟鲁肃说破，不着急，不许看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在这个黄盖的军营之外是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老没进去。守大帐有军校，看出来说这谁是在这转半天了、啊？你看看。我看出来了，好像是看先生，那怎么不进去、啊？是不是现在碍事儿、啊？咱就不能说这样，这俩人就走了。书中暗表，这人是谁呀、啊？东吴的谋士，阚泽阚德润，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。阚泽这个人啊，哪儿的人呢？原文上写会稽江阴人士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啊，宁波呀、啊，到杭州，你看差不多中间这个会稽江阴人士，少年家贫，家里没钱，穷，但是呢爱看书，怎么办呢？找别人借，借完了赶紧看，赶紧还。三国上写，这人有一个最大的能耐是什么呢？目览十行是过目不忘，就看一遍，马上就能记住。啊，走马观碑，目视群羊。同学大了，你从老家宁波出来坐高铁，直接奔上海，车走到最快的地方，到杭州总石碑，坎泽拿眼睛瞄了一眼碑文，当时记起来了，杭州。倒背如流。叫什么周胖啊，就是没学员，哎，非常能记，而且来说能言善辩，在这个东吴啊，反正就是个发言人的位置，那后来派的官了，因为出点事儿了，发言人的位置。有味道。刚才我说了，这鲁肃嘱咐了，打仗不许闲杂人等探望，但这两个军校都怎么躲开了就？这里边暗表，这个阚泽跟黄盖啊私交甚好，忘年交，人俩有交情，哎，不是爷儿俩，就是那哥俩有交情。这小校知道，这不是外人，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可能是有不方便的地方，闪开了。果不其然，阚泽润见四下无人，走进宝帐，进来这么一看。有这么一座病榻，老将军黄盖趴于榻上，那不怎么趴的，不可能躺着的。泽大五十军队从背后到这个小腿大腿打烂了，只能在那趴。看我走上前去仔细看看伤口，太狠了，这是叫的功夫。功夫，老将军醒来，黄盖这时候缓过来，朦胧之中听着有人叫自己，何人呢？稍微侧了侧身子，一睁眼，
得论穷困。你看古人这叫法它有奇妙的地方。这个黄盖岁数大，这个阚泽呢岁数小，但是这个黄盖管阚泽叫得论兄，这属于尊称，这你无论什么岁数大小，我可能跟你关系，等我们这儿也是。那个你管搭档回龙，他有十多云字科的，那是鹤子科。回龙没我大，回龙是86年的，我是81年的。但是按这个云鹤两科的规矩来讲，我见面就得知公知令的关孔云龙龙兄。你说他没所谓啊，龙兄。那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词儿，这橡胶涨钱了，我感觉。哎，何润兄，这阚泽呀，搀着老将军，就半倚在这个病榻之上。根本就坐不起来，半个人家看他们问说，老将军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现在仗外边网上这会儿啊，说议论军机啊，是来来往往很热闹，今天你看看都在帐里待着呢，怎么人心惶惶啊，都在议论这个事儿，怎么就言语不合呛呛起来，拉出去责打五十军官，要不拦着宰了就，怎么回事儿？您跟都督素有冤仇，就你们有仇吗？原先，王盖摇摇头，哎，我与都督怎么会有仇呢？公瑾自官拜东吴水军大都督，日理万机，操练水军，就是我很多忠臣，怎么有仇？没有仇。看泽乐，看泽乐，咱大伙儿别乐了，看泽乐。老将军，如与公瑾无仇，莫不是苦肉诈降之计？王盖别看受伤了，差点起来把这看泽嘴就捂上。何人告诉你？谁跟你说的？没人跟我说呀，我想出来的。你看罗贯中先生这个书写好在哪啊？就是两次帐中秘籍，他都会抬高这个失计人的身份。侯立高用火攻之计，老黄盖也是啊，何不用火攻为杀？是贪穷无嘴，这黄盖不刚过一个将才，做一个帅，今天也是。莫不是苦肉诈降？有智有勇啊，有忠，不公之臣，我没人看。不错，我与都督定下苦肉诈降之计。但是，我今天打成这样，遍体鳞伤，我是不可能再去献这个诈降书信了。恐我军中无有一人。勇猛之士，能言善辩之士，能过江东献子大将。老将军，好，为我主孙权霸业，老将军不畏披肉之苦，吃此苦肉诈降之计，如若不嫌弃。论德不才，情愿一往，我去。但这个地方您琢磨又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是我看三国时候啊，这个这么大一个事儿，阚泽这个人物为什么是撞出来的？你考虑过这个？就是说黄盖与周瑜定这个计的时候。怎么会没有考虑阚泽这个人选？那今天分析他肯定没有考虑，阚泽撞着。我觉得可能是就有传奇和演绎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大事，他不可能不定的，除非是当时说老将军没打成什么样，黄盖亲自去，
但这也不现实。我情愿一往。好，非得论兄重事，依咱俩这个关系，周瑜会信，不是曹操会信。你的这个能言善辩之才用得上。当即看他搀着老将军起来，两个人连夜写了这封诈降之书，很重要，这是关键。写完以后，俩人反复的看了几遍，有没有破绽，没有，写的对不对，可以不要人物啊，即刻动身。韩泽把书信揣好了，三更时分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化妆成渔翁模样，一叶扁舟直奔曹军水寨。晚上夜长江啊，这个不如看得是个文人。您琢磨琢磨，今天来说一知识分子从江南划一夜小舟，夜里三点划到对岸，您琢磨琢磨。而且别忘了诸葛亮还没借东风呢，他是枪着风划过去的，很困难。而我觉得这汉哥到对岸应该是没有什么劲儿说话，很难把握。我倒觉得是第二天夜里到的，是吧？谢谢。没有可能，真的。来到曹军水寨，那不用问，到哪儿就有人就抓哪儿。这个曹孟德打这个几次失利之后是严密布防啊，头一遭，这个周瑜啊敲锣打鼓，巡视水寨一番，完了以后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太松懈了，严密防守，到哪儿就抓住，速速禀报，曹丞相知晓。三更时分，曹公一睡。日理万机，军机大事，这桌子摆满了，正在这看东西，小小松松来报，说启禀丞相，江边抓住一东吴细作。曹操心里一皱眉，现在这个军事啊，好没有眼力见儿，什么事儿都跟我报，抓住一个细作也跟我报，你推个大牢里不完了吗？说丞相不是。这人啊，乃是东吴的一位谋士，姓看名泽，字德润。他说必须要见丞相，不见丞相一句话都不说，有大事禀报。曹操已经把书就给合上了。看泽，我知道这人啊，这还是个要臣，这是营业至此，乔装改扮。没过多会儿，刘军士把探子压下来，一定保障，立于保障之中。曹操上下打量打量，不错，头戴一身皮蓑衣，黑眉细目，虽然说是一个愚人打扮，但是看不出来傲骨迎风，这人有能耐。与此同时呢，看泽也看曹操，他没见过曹操。曹丞相啊，白面长须，黑眉细目，素发包巾，大红顶袍，确实是一代枭雄。曹操一开始啊，他没太拿这事当回事，把这书都没撂。来者何人呐？看多远，在这看着。来者何人？没说话。人言曹丞相礼贤下士，亲召一官呐，哼，名不副实。就说都说你曹操，对于有本事的人，人才很尊敬。今天一看怎么回事，你一点都不礼贤下士。哎，你看曹操人就是贱，你要不刺儿他，他不会重视。
两军大战，将军队大战在即，你从江南而来，我问来一下。曹丞相，我呢姓阚名德，字子德正，官拜在孙武主帐下啊，乃游臣。时节因为我家老将军黄盖黄公部无故被周郎责打，劝得老将军愿意弃甲来降，今天特献诈降之书。哎呦，不错，完了，我又掐了干将，特献降顺之书。曹操一听，什么纸？有书信，等等，看都没绑呢，把书信从里边都拿出来，拿出来没动，怎么着？什么意思？是我给递上去，是你们给递上去？曹操看出来，使了眼色，有军校把这封信就拿到曹操。曹孟德展书信，定睛观看，这信上怎么写的呀？东吴黄盖败于大汉长相曹操麾下，我乃东吴三世老臣，本不当怀有二心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乃东吴三世老臣。东吴爷仨姓孙的对我不错，不应当怀有二心，因为他知道曹操对这种人是最喜欢的，忠心耿耿、赤心肝胆、关羽那样的，本不当怀有二心。但是小儿周郎狂妄自大，以卵击石，有功不赏，无罪重罚，无故将我责打五十军，打得遍体鳞伤。我素知曹丞相虚怀大事，乃天下之英雄，我情愿率众归降，投降之。自把粮草军械一并带来，我不往自己来，东吴的管粮官呢，不把粮草都拿来，古代这个粮食至关重要，你什么都不吃就能打。最后弃举败国，万无一见。什么意思？我眼望着你曹操的方向，哭的血都快流出来了，请你千万不要怀疑。曹操把这个书信从头到尾一个字儿不差看了三遍，不看了他，把这封书信往桌板上这么一摔，大喊一声“动”，大胆的看着问。黄盖、周瑜献苦肉计，派你来献诈降书，对不对呀？走下来，咔，旁边进来人了，绑，一下把看着就给绑起来了，推着他了，问都没问，推着。这个时候，看着如果说是啊，一般人的想法，跳到临头出去，一分钟之内可能就搬家。下意识的反应准是辩解，说丞相，您听我说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完，只要这么一说，当时就来。好看的呀，这就是现在的中知识分子比不了的，扭身就走，二话都没说，出离大战是仰天长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哈哈哈哈，你吃不来肉啊，对吧？曹操也吓着了。来人因何发笑？乐什么呀？绑着呢。哼，我不是笑你呀，我笑黄老将军目不识人。
曹操一听，这就是笑话呀！你笑皇太目不识人，那就是错头公主呗，就错头了我了。我目不识人，这不对了。哼，看看，我已将你等诈降之计说破了，你怎么还说老夫目不识人？啊？多说无益，有死便可，不说了，你把我杀就完了，我不用解释。说完处，转头又出去了。两口，我既然说破了，诈降之计对不对？丞相，你说我们这是诈降，那我问。此封书信何处有诈？你说说。好，曹操这个劲儿上来了。有能耐的，刚才说毛东刚先生，左锐者其三，就是说这个周瑜和黄盖定这个计，他们可能不怕曹操，不纳这件事。为什么？他抓住了曹操当时的心理，什么心理？得意之事，人呐都是这样。您分析，凡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，你容易弱化对潜在危险的担忧，肯定是。曹操这劲儿又上了，好，我识破你，我告诉你办法，拿这封书信，你来看，既是真心来降，为何不约定时日？什么时候来降？怎么来呀？来多少人？是水路来还是汉路来？什么都没说呀，废纸一张啊，怎么就来降了？他们都说冷笑一声，哎，老惨了我啊，什么都不说，无学之辈，什么能耐？就你这样，还跟东吴打仗？信倒罢兵吧，别打了。如果大将开战，必被周郎所擒。什么你都干不了，还真不对。我怎么不学了？有死而已，他们又出去了，哪门死人？老来走。先生，别生气，只要你说出来，这信中无诈，咱们这事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好，说，你岂不闻备主作妾不可定时？都知道呀，什么叫备主作妾？我是奴才，我背着主人做机密的事情，不能定时间。这种事情是随机而动，我怎么给你定时间啊？说曹操啊，这个咱们呀，圣诞节啊，平安夜。我率兵来降，是我倒想呢。平安夜，你们那儿吃完了，火鸡吃完了，圣诞老人都走了，我率兵来降。万一周瑜要发现了，当天晚上时机不变，我走不了了。但我跟你定好时间了，你接应的人可来了。我没用接应的人到了，这事就败露了。不可定时啊，无学之辈。哦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曹操就这样，他认怂你，赶紧从这个宝，这个朱万云先绕到前面，亲自给看得松绑。哎呀，先生切莫见怪啊！确实我是一时疏忽了，没有想到，看得松不松绑啊？把这绑绳松脱以后。我丞相切莫见老这个老将军书信里写了，我等归顺丞相如孩童盼父母，大汉无盼甘霖，良辰择主而事，良鸟择物而栖，我们确实是奔着明主来的。这句话说的曹操爱听，看一下就会说话。好，先生，如果此事能成，你跟黄老将军
啊，剑下奇功累积，日后大破东吴之时，你二人觉悟定在我文武之上。就说日后真成了，我封给你们俩的官职，比左右的文武都要高。这是个奸臣啊！各位看到这儿就是，左右迷人。有人曹操绝不会这么说，这是徐黑，大臣之上。我说呀，我们呀顺应天意，不会绝路的啊。好，大白主任，给先生压惊，看他吓着了。这四军吃饭了，好什么？厨子说：“这，把厨子给拽下来做饭。”白酒席是吧？酒过三巡，曹操又想起这事儿了，说：“先生，这事儿不能干，你不能在这待。”就是因为没有定时间，你还得回去，随时咱们做联络做接应，因为这个账还欠呢。看我把这酒杯一推，说丞相这也不行，我来了可就不能回去了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，那门口有军校已经看见了，我编个瞎话出来的，我回去这事儿就败露了。这是高人帮着，如果说一般人想探索，这时候赶紧回去，龙潭武学呀，说散就散，你败露怎么办？但是欲擒故纵，我越是想走，我越说非得留在这，我不能走。哎，先生不可，这件事情事关机密，我换一个人，我换谁？换简单点的，完了没有？但是我换一个黄老将军不认识，我换一个。只有将这个先生先了。如此说来啊，别喝了，事不宜迟，我即刻返回，刺激了天不快亮，我给第二天晚上我才能到，因为我得滑一天去。事不宜迟，即刻返回。好，曹操一摆手，旁边过着一个军校，唰，一些什么呀？马蹄筋，这情节挺俗的，知道吗？老有这个。曹操意见的人马蹄筋，先生，哎，没给出去了。这个年薪啊还是非常高的，非得绝我说了，不是这罢了。其实这个金子美国也没做出去，我打五零二胶粘着，我也没了，非得绝我，即刻返回，不在车上，出门就走。曹操心说：此人行事果断。眼望着阚德润的背影，曹操感叹道：“东吴有此贤臣良将，可惜小周郎不能用之。”各位，他哪知道阚德这就走了，这才引出了大难临头。好、啊。